拥有时尚一郎，展出丽水风华，张克奇工笔花鸟个展。此单元为花鸟系列，写生捕捉自然，线条记录美好，再细腻刻画出生动的情感。工笔画耗时费力，需有细密的心思及无比的毅力和耐力。艺术家张克奇作画重视实际写生，以观察及速写琢磨自然造物，所画之物必是亲眼所见，一笔一画融入自身对自然的浓厚情感，繁琐过程从不省略，是张老师长久以来的创作坚持与态度。在此展览可以见到许多张老师的工笔花鸟作品，各种鸟类展翅、鸣叫、转头、观望、雕石，花卉萌生绽放，果实饱满丰硕，尽情展现万物灿放的讯息之间。在欣赏作品时，您会自然地将第一目光落在画中的鸟禽上，强而有力的翅膀飞越花果，或是悠然地停留在枝上，有时是成群的队伍尽情展露迷人姿态。细腻笔法与巧妙构图让整幅作品仿佛生机再现，正在观赏的我们宛如已进入画中的大自然世界，听见鸟鸣，嗅到阵阵花香，这般的栩栩如生是张老师持续观察鸟禽自然习性，重复来回描绘，记录下嘴喙、翅、爪、尾，再生动地将神态、移动视点等细微动作刻画。作品中以花果相互陪衬呼应，增添画作层次，散发清雅秀丽的独特气韵。张老师作画经常远离尘嚣，深入大自然中观察花草枝叶的分布，出生花苞、花朵绽放、色泽变化、嫩芽或枯叶，并加以注记细节。在画作中表现繁花绿叶的千姿百态，硕大瓜果与鸟禽共处，更显果实垂涎欲滴。自然总是美好，在艺术家的工笔下，色色典雅，线条疏密有致，每件作品都能牵动观者的思绪，感受画中的神、意、气、韵，体现生命情怀的真挚撼动。